的第一分。本场比赛开始。开场4-0领先。林如没有出战的情况之下，是和非常的不易。而印度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表现还是很出色的，3-0的比分。丰富的比赛的经验啊，只能去搓长。阿詹塔上手的机会没有把握住，0-0战胜了庄智渊。选手如何去调节自己的这个心理的状态？阿昌塔的正手位的大脚，把握住了开局的机会。是1-3不敌暂停啊！现在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。反手相持，非常火热的。是很被动的。这是庄智渊的一个正手反攻，这样的话11-9，中国台北老将庄智渊又胜。